彭文雪跟 Hero PK 没有东西逃脱你家。这个王奶，小鱼我怎么敢接受？快走！小鱼是伊的查某孙，伊唔对是我的查某囝。这集有可能跟张子强的海螺有关系。啊，今仔去有查出什么哦？咱的贵州海了了啊！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个拜哦，暗时八点，天之娇女。像好像江秀莲，你是江秀莲相生的其中一个啊！你讲伊是江秀莲的好生哦？啊，小安这个娘就是你好的啊！你竟然对家己阿妈出手，你够可恶的你！阿妈你好，今日总算有这个机会，会当看到你啊！我来照顾你，应该好紧啦吼！我台湾做唔对啊！我甲家己阿妈下手啦！拜托！你亲戚来跟我讲，我怎么给他点呢？我拜托你！你我妈来，我妈来看你阿妈，我跟她讲的事你别讲了。跟你讲，跟你讲。早起我妈就已经对起医生妈了，我你冲康一届，只要我说你，我给你复制贴上第二届，安你听我。黄雪。小鱼是伊的查某孙的生日，今年甲你风差无偌济，那安尼，伊唔着是我的查某囝。